老师，这个严苛呀，是咱们今年文体学院最优秀的学生，他的相当不错了。这种表达方式不太对吧？ 这就是你的演奏，我听说你是你们乐团的首席钢琴，并且是音乐系最有才华的。那是，这是咱们钢琴专业今年第一名，天才！天才！像这样的天才，我看不太适合咱们的比赛。老师，你这是什么？实这是什么意思？那我问你，这首乐曲的作者是谁？肖邦。 你认为你能超越他吗？既然你知道无法超越他，你为什么非要更改乐曲的乐谱？你还真把自己当天才了是吧？像您这样自以为是的学生，我见得多了。弹钢琴不需要练单，靠的是真本事。像您这种只考虑在钢琴面前耍帅的人。 严格吗？哎呀，我还没准备好呢。又不靠你，咱们乐团靠严苛就行了。对不起。其实严苛也不用自责。 本来这次比赛吧，就是业内的一流水准。咱们这个乐团大多都是赶鸭子上架的三名荣誉，去了也是白去。那不试试怎么知道啊？就这么被撤了，我们也太冤了吧！就你话多，多大个事儿啊！我看这奖金也没多少。什么声啊？你鬼畜着呢！ 哎，你们怎么在这儿啊？这不是古典乐社的练习室吗？你好，残兵败将都回来了。你什么意思啊？没什么意思啊。反正你们古典乐社也是个摆设，没有演出，没有比赛，别站着茅坑不拉屎了。我跟校长说了，从今以后这儿就是我们摇滚乐社的天下了。你什么意思？你找事儿是吧？就是，你凭什么赶我们走啊？凭本事。哟。 这个不是被屁滚尿流赶回来的传说中的音乐系大才子严苛吗？哎，听说人家是靠谱弹琴的，那也比你们强啊！你们靠什么呀？人家有脸啊！你什么意思？字面意思，这个排练室我们不让，赶紧滚蛋！还比谁横是吧？啊！
干了。怕我？你？不着急，你慢慢考虑。我很不错，我是说各个方面。哎呦，白宇泽怎么会喜欢我呢？一定是在开玩笑。不过他那个句子还不错，我要不要记下来，哪天说给严科听啊？嗯，可以。好像有个帅哥哎，哇，好热闹！帅哥，帅哥，有人摆蜡烛吗？我看。Oh my god！ 真的是白宇泽耶，小熊，他好像是在叫你。小熊，你和白学长什么时候这么熟的呀？我。有什么事儿？没事，我上去。哎，我昨天刚跟你表过白，这就赶我走了。你这不是开玩笑的吗？谁跟你说我是开玩笑的啦？不是，那不可能，这怎么可能是？怎么不可能？不好意思，等我一下。喂，丁明，严科跟人打架。知道了，我过来啊，拜拜，我不跟你说了，我先去看一眼。哎，你等一下，带上吧，上车。哎，就不用了。不想知道严大帅哥跟人打得怎么样了，上车。也对哦，车比人快。行吧，走了。怎么都弄成这样了？严科呢？严科，你怎么？你怎么这么不给面子？人家专程跑来看你的。那人家是来看我的，你来这里干嘛？谢谢。你今天不开心啊？要不要去兜个风？我这位子可是很多人想坐的。哇哦，下次吧，我先上去了，拜拜。哎，你等会儿。你这个发卡，挺别致啊。这不是发卡，我刚刚晾衣服不小心，忘了。我看挺适合你，不你别上吧。哎呦呦呦，你、哎、你是来吧，来吧，老师。我们家小熊还是笑起来好看。送给你了，托尼老师，拜拜。臭脾气说变就变，你也不能每次都去猜他怎么样了。不是他的错。我看这个白宇泽不错，人长得帅，性格又好，
我们学好多女生都眼红呢，要不你拐个弯考虑一下。我说怎么连你也跟着吓唬呢？那白宇泽什么性格你看不出来，他就是闹着玩呢，你怎么也当真了？我这不是看你一直在发愁吗，我的傻老大。嗯，其实我就是担心这严苛，你说他那性格怎么会这么冲动呢？跟别人去打架啊？为什么呀？没救啦，你自己慢慢想吧。嗯，为什么？你还真把自己当天才了是吧？像你这样自以为是的学生我见得多了，弹钢琴不需要练的，靠的是真本事。像你这种只考虑在钢琴面前耍帅的人，带出的乐团的水平我就不用听，浪费时间。严苛，你怎么了？哎呀，不能这么直白。严苛，谁欺负你了？我帮你揍他。哎，熊一凡，你是流氓吗？一上来就要打人。唱他教的歌。是学校的意思呀，不过没关系，我们这个乐团既没有比赛又没有演出，其实要不是因为你加入，我们这儿根本就无人问津。训练室没了就没了，没事了是吧？哦，我们先走了。哎哎，对了，那个桌子上有你快递啊。
你好。谢谢。签收一下吧。好了。好，谢谢。谢谢你的出现，明早八点海边见。是你啊？你以为谁啊？严大帅哥啊？嗨，他可没我那么浪漫。对不起啊，我以为是他呢。我好像还有点事儿，我先走了。其实今天是我生日。其实啊，这么多年，我一直都是一个人过生日的。虽然在社交网络上有很多人喜欢我，但是在现实生活中，没有一个人会记得我的生日。我一个人看电影，一个人逛街，一个人吃火锅。我今天我还要一个人过生日。好了，我陪你过行了吧？行啊，走吧。你干嘛去？走啊，带你玩点不一样的。快来，见一下我们的小熊。他叫小熊啊，你居然还会骑马？我什么不会？你要不摸他一下？这样，马呢通人性，你要靠近他才能让他信任你。你要不要试一下？不行，我恐高。不高，来，不高吗？来，试一下。这样，你左脚先踩到脚凳里面。对，然后左手抓着这个皮鞭，走。不高吧？还好。走。你把手抓着缰绳啊。缰绳抓着呢。这才是缰绳啊。怎么样，好玩吧？要不要咱们试一点更刺激的？跟我在一起这么紧张啊？没有紧张。放轻松。我没有紧张啊。你要不抓着缰绳试试？你别松手。我不松。哇哦！怎么样？下来吧。没事，我自己来。你可以吗？小心哦。你这下马姿势挺有创意啊。不是，我就是不太会骑而已。我去看海啊。吃点全吃光啊，我请客。不行，今天你生日我来请客，你想吃什么你点都点，多点点。真的看你吃饭好香啊，这比自己吃饭都香。你都是这么说呀。
什么要坐火车轮？多久时间啊？不久啊，13分钟14秒而已嘛。那你快点，不是你的生日愿望吗？快点！哎，你这是真心还是故意整我呀？恭喜你啊，终于达成了你的生日愿望，开心吗？你是故意的吧你？哼哼，谁让你骗我？啊，那我都知道了，为什么要骗我？给我好好玩吗？你知道我为什么要这么做？因为我喜欢你啊。这是你的位子，这些东西都可以随便使用，具体工作等老板回来直接跟你说。好，白宇泽，我是说老板他在吗？哦，他出去外拍了。哦，对了，这是工作室的钥匙，有什么问题你直接跟老板说。那我就先走了。好，拜拜。你是说白宇泽吗？他不在，请问你是？一起吃吗？好啊。哎，杨哥小熊。哎，嗨。包没地方放。啊，你坐这儿吧。啊，坐这儿。那我坐那边。不行。宋华他们在等你。他们在哪儿呢？那边，在那边。哦，那我去那边吃了。你确定不要叫宋华他们一起过来吃吗？谢谢你的蛋挞，很好吃。
你喜欢吃就好。嗯，严科，嗯，那次打架的事儿，什么东西啊？这摇滚乐社也太不像话了！你打得好，要我在，我也把他们打得满地找。不过你真的不参赛了吗？不知道哎。那你想去吗？我觉得你要是想去的话，你就去啊！你千万不要在意别人怎么说。怎么感觉任何复杂的东西到你这儿都变得这么简单？可能我想的比较少吧。其实我是想去的，可是也不想去。没事，吃饭吧。钱包呢？各取所需。不会，我是给更多的人快乐。一晚。